哦，我人嘅崇拜，哦，用我人嘅赞美，哦，来到主里帮助前，哦，我人感谢，感谢，同我来亲近你嘅恩赐，你讲你来亲近我人，所以今日暗望在香港，上帝天父，哦，你有大只柄，你同在有大只柄，你圣灵有大只柄，来充满我每一人嘅心，我奉耶稣嘅大圣名，哦，我人嘅敬拜，哦，是得到主里帮助前，哦，上帝你接纳。
我人会敬拜，所以我很感谢好路，我人感谢你大爱，哈利路亚，我人感谢哦，你是啊，这伟大的上帝，哦，我人算什么？你安尼会看顾我人，你安尼会怜悯我人，哦主啊，哦今仔日我很感谢好路，哦我啊爱路，哦来做我人的王，做我人的主，来掌管我人的生命，奉耶稣的大圣名，我人高今日暗，哦这里啊福音聚会。到底主你手中啊，求你来引导，求你来带领，求你来祝福，奉耶稣的大圣名，我人祈祷 ，Amen。感谢主，阿罗主，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当我人的手夹到这个饼，夹到这个后一点声的时，哦，我人知影讲，这个圣餐乃是主耶稣，甲伊的家己。把这个相信义人所立的约，就是上帝做我人的上帝，做我的天父，我人是他的子子。所以这个圣餐是耶稣所设立的，最后这个饼代表了主耶稣的身体破碎，到底十字架顶。这饼是代表了他的身体破开去了，一偷放了上帝的生命来给人人。所以这个后本是代表耶稣的宝血十字架顶流下来，一流下来的宝血会赦免我人的罪，会医我人一切的病痛。所以我人相信主受的刑罚，我人谈到赦免主耶稣受的鞭伤，我人谈到医治。主耶稣剔走我人的罪，换一义好人。主耶稣替我人死，所以我会谈到新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我很感谢好路。所以今仔日我们领受这个后甲这个杯。哦，哈利路亚！到底你话句又讲，你讲你承认？担当了我人的忧患，你背负了我人的痛苦，我人却以为你受着责罚和刑，极大苦待了。哪知伊为着咱人的过犯来受害，为着咱人的罪孽来压伤，因伊受的刑罚，我人得到平安；因伊受的鞭伤，我人得到医治。所以主我很感谢哈喽。感谢你为我人受苦受难，担我人的罪，担我人的病，都十字架顶。所以今日暗，坐这边的，无论是坐这边还是坐在线上，我人拿这个圣餐的点心，我是要纪念耶稣给我人的恩恩。伊讲我受这个圣餐，就是得到主搁要来。我怎样讲？主耶稣，你要搁来，所以我人的信心要仰望你。哈利路亚。感谢你是我灵魂的救主，感谢你是要来的王，感谢你要来掌管多谢我人的生命，多谢世间，我奉耶稣的大圣名，我人很感谢你，所以白白啊这个饼，哈利路亚，感谢主，阿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你身体为我人来破碎，哈利路亚，要给我人的生命，要给我人的生命，哈利路亚。有丰盛和得胜的生命，所以一个后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你圣洁的宝血，无人会赦免我人的罪，但是主耶稣，但是你是唯一的主，但是你的宝血该洗清洁我人，我人不是靠我人做好来谈到上帝你赦免，乃是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人。所以今天我让白白来喝这个药，感谢耶稣。感谢主，哈利路亚。
大家平安，哈利路亚！我来祈祷一下，感谢主，俄罗主，哈利路亚！我来上帝天父，我来献感谢哈路。今仔我来到主内面前，乃是主内大爱。我感谢路，一日会躲在主内殿中，赢过情日，躲在外口的世界。所以主啊，今仔我人要打开我人的心，求你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人每一个人，你圣灵来温故我人的耳啊，温故我人的心，让我的修坛耶稣你要对我人说的话。我真的感谢你，话是我人脚前的灯，是我人路上的光。所以我奉耶稣的大圣名求主你继续和你圣灵在地方里面来动工，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人有业，有人有路口重大的人，今天主说要来到你头前，你就是要拆走一人的重大。我们感谢你是我们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是我们耶和华尼西，你是何王得胜的主。所以今天我很感谢你在你耶稣里面，你让人做一个蒙恩蒙福的人。在你里面我很感谢你，求主今天你用你话语来坚固我人，来引导我人，奉耶稣的大圣名我人祈祷，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经文，在以赛亚六十一章第一节，以赛亚以赛亚六十一章第一节里讲讲，主耶和华的灵在伫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鼓励了我，好我传福音和送向的人，才遣我医治心灵、医治伤心的人，宣告。那个掠去人谈到偷棒，和那个着关的人谈到自由。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当我们来看这经文的点声时，我们要知道这经文呢是以赛亚这个先知所写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下这经文的点声时它的背景，那时候会点声，按照这先知会写这经文呢。那这先知以赛亚他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那个以色列人，当时的犹太人那人是上帝拣选的人，但是呢那人无听上帝的话，无听话，那人背逆啊，就是因对格格上帝，所以上帝呢，就借这先知的嘴来责备一人，就是来骂一人啦。啊，到底以赛亚头几章位啊？以赛亚骂一人讲个咪？伊讲鲁人啊，鲁人牛哈，会认不伊主人，鲁人啊。无认我这个老爸，那上帝天爸哈是人人的天爸，伊创造天地万物啊，伊甲以色列人有立约，上帝做一人天爸，伊是人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无听话，这儿子咧背逆，背逆就是对格甲上帝，所以上帝都骂一人。伊讲拢连牛都不如啊，就是讲拢连禽兽啊，连面阿当都无，都无不过未比人啊，牛都会认你伊个主人啊，你人啊，无当我是老爸，你知无？这是亲像咱人，当咱人个囝子无听话点声时，啊做爸母个，拢是不是真正激心？当你囝子唔单是讲无听话，伊甲你。背逆啊！伊甲你对格，伊甲你作对的点声声啊！你是不是会真正起哄，会真正伤心？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心，
用这先知来讲，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一人啊，为一顶面甲下卡，就是为一人的王甲一人的百姓啊，一人做了上帝真正欺哄的事，一人的恶行啦，一人做了虾米事？一王啊，一王带头在以色列人啊去拜金牛啊，你知无？带头去拜偶像啊！啊，有的咧，三拜献祭一人的 baby 啊，一人的婴啊，哈，和一人的偶像，你知无？所以一人的心真正定个上帝，一人固执上帝，说上帝就真正起哄，哈、啊，上帝就出宰一人咯，啊，啥人惊伊？人讲伊未听，伊要甲人对格，那人无在着，人无在着做咩？人帮帮伊去帮手，还去弄别咯。了这以色列人就是上帝帮伊人去，和迄个伊人的仇敌啊，你知影用 enemy 啊，到底挖伊人起来所在啊，来攻击伊人啊，来抢伊人啊，来啊砍轻伊人啊，来烧伊人的城啊，来啊来破坏啊伊人所有的物，你知影？所以，伊人面对真正坎坷的困境，就是用用个家破人亡啊，用个厝本无，人本死去。所以，这以色列人当伊人离开主的点声时咧，就是用面对了真正侪个苦，真正侪个伤心，你知道？三拜伊人真绝望了，用唔知安怎行了。那咱看这个以色列的人哈，搞个贪婪啦，真正这犹太人呢，搞个动机嘛，伊人不唔爱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子，伊人的心犹原是安尼一定。对马在开始啊，这个啊 MUFW 啊，有21节了哈，24:7啊，参加。喺你万国啊，你知？来做咩？来祈祷咩？来祈祷好以色列，来祈祷好以色列 might be saved， 好以色列的人会贪得救。当咱人祈祷好，咱家庭点声，咱祈祷好救恩领到咱家庭点声时，你本祈祷祈祷祈祷好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到底上帝的心真正宝贝，但是伊人的心定。伊人唔爱接受耶稣是上帝的子，所以当你祈祷给以色列的点声，上帝讲：最近那祝福以色列的咧，伊对祝福你，啊 ，those blessed Israel shall be blessed。所以这犹太人咧，因为伊人的悖逆啊，伊人无听话，所以这先知咧，伊就以赛亚就宣告咯，宣告讲审判要来了。但是上帝是有阻碍的，上帝无放弃以色列人，伊可以要拯救伊人，哈。所以以赛亚咧，就用61:1嚟来讲，哈。伊讲咧，耶和华的灵，这是预言啊 ，prophecy 来。伊讲耶和华的灵要住伫我的身上，啊，因为耶和华鼓励了我，我的身上，即我是最主咧。而且这话咧是预言耶稣，耶和华的灵咧，就是圣灵，圣灵要来温哥耶稣，耶和华鼓励了我，上帝用圣灵来温哥耶稣，伊讲。和耶稣传福音和圣乡的人，圣灵的恩膏要压落来，要流落来，要和耶稣。但是迄阵时，耶稣出事了未？耶稣未出事。过了七八年，耶稣出事了。耶稣为着犹太人，也为着咱外邦人的罪，一来出事。伊来担咱的罪，咱的病，咱的罪犯，咱的悖逆，到底
十字架顶位。所以到到新约的点声，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迄阵时耶稣来了，耶稣目睭开始伊事工，耶稣目睭出来要传道，所以当伊头一摆公开啊，巴布里你知道公开到底新灵国，就是迄阵时的高等位啊，伊就举下去。那个圣经，那古拜的圣经咧是写到底，羊为破耶，你知道？所以就开这集起来，这集就是啥物咧？这集就是以赛亚六十一章第一节。所以耶稣咧就宣告，罗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位讲，主的灵到底我的身上，因为伊用膏我，叫我传福音和送香的人，差遣我。报告，迄个钓，你爱会趁到偷棒，迄个青梅目睭会趁到看到，叫迄个受压制的趁到自由，来宣告来报告上帝约拿人的喜年。那耶稣开了这以赛亚这经文呢，伊就甲人讲，今仔日呢，这个经文呢应验了 ，fulfill， 就是讲。讲到是一句咧，这段的经文讲到的，就是我耶稣讲，就是讲到我是咧受膏者，我来了，耶稣来了，弥赛亚来了，耶稣讲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圣灵恩膏耶稣传福音和送香的人。最是送香的人呢？哈、啊，最是送香的人。有的阿嬷是讲薄啦哈，有的是讲谦卑的啦哈。说送香呢，唔是讲单单无礼呢，你知哦？送香是哈咪拢无啦哈。送香的人呢，你知哦？迄个哈咪拢无的人啊，伊人则会谦卑，伊人家己。所以这送香的人呢，也是悲哀的人，悲哀的人。就亲像这犹太人那款，伊暂时伊人真正悲哀，你知道？因为伊人互人掠去，啊，伊人互伊人的敌人，哈，伊人的仇敌来攻击，伊人互压伤，伊人互人堪恨。这上向的人呢？上向的什么？就是伊人真正妖的人，伊人真正嘴大的人，这叫做上向。你再上向哦，哈，别拢无，别接也无，别啉也无，所以伊人是真正。要真正大，真正减啊！我是减了爱啊！我是着困乏的，在双向人无自由的困乏的，这双向人我是孤单的，我样唔知安怎行，样失去样的方向啊，然后样的 direction 啊，我是着病不掉一人，所以在双向的人呢，就是一人的生命啊。是破碎的人，一人的生活呢是有需要的人。那再人耶稣讲，主的灵恩膏我，叫我传福音和再人，再的人拢需要天国的福音来传给一人。在双向人需要天国的福音传给一人，那是你以为你自己真正富足，你真正。八十，你得项物件拢有了哈，你无感觉讲，你爱这个福音，但是耶稣予人知，这世间有真正济，真正济双向的人，有的是物质的双向，就是物件无的双向，有的是心灵的双向哈 ，poor in 一人的 spirit， 所以耶稣宣告，圣灵恩膏我。今仔日我来了，我就是你人盼望的弥赛亚，我就是你人的救主，我就是要将这福音来传给你人。所以耶稣来传的福音是什么呢？伊福音是好消息，伊好消息伊要让人知道，讲伊为着让人来出世，伊为着让人来死，伊为着让人来活，伊就是要让人永生的生命，
伊就是要来赦免老人的罪。若是讲你认为你逐项物件本有，啊，你逐人本富足了，耶稣讲，这福音唔是给你的，因为讲阿咪，健康的人无需要劳苦，干那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劳苦。所以耶稣宣告，伊是弥赛亚，伊是怜悯的主，伊恩膏，圣灵恩膏耶稣来做伊的工作。在这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八节位，这边讲到上帝安怎会让圣灵和灵力来告拿撒勒人耶稣，这是有人知道的。耶稣一直世界去，一做善事，一做好事，一医好还好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和他同在。上帝的恩膏和耶稣，什么是恩膏呢？圣灵的恩膏是什么呢？那这五月十八号呢，就是让人Pentecost， 让人五旬中的教会来庆祝这 Pentecost， 这五旬节五旬节。这五旬节呢，是讲到圣灵落来，那耶稣和人钉十字架，耶稣死了第三日又活，一升天独断去，迄日复活节让人庆祝早两三礼拜前人庆祝复活节。复活节耶稣还未升天去以前呢，伊应允人人，伊讲伊要去，来要让圣灵落来，所以叫门徒听候在滴耶路撒冷。说过了五十日就是这几百号咧，就是耶稣复活节过了的五十日咧，圣灵落来了圣灵落来做咩咧？圣灵落来一来恩膏，一来恩膏一门徒，一来恩膏相信一人。圣灵的恩膏就是圣灵大大充满人人，那圣灵要大大充满路，有圣灵。会充满有圣灵的恩膏，甲无圣灵啊，有无受伤的了？伊有无受伤的？圣灵的恩膏，乃是予每一个相信耶稣，要来陪伴一人陪伴一人，陪伴一人来服侍主，来做各项的善事，各项的好的物件。所以耶稣的一生呢，一是靠着圣灵的恩膏来行的。当耶稣出世的尖声，耶稣是和圣灵受孕而生的耶稣的出世，耶稣是无受伤的伊无地上的爸爸，乃是圣灵来和玛利亚的宝刀来出世的。所以耶稣死的尖声时，第三日一个活起来，一个活起来，这本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和耶稣对视又挖起来。所以圣灵的恩膏 The anointing， anointing 是什么意思呢？ anointing 就是说那个恩膏流下来是何人人灵力，何人人灵力来侍奉主，来做主的工作。圣灵的恩膏呢，会破除啊，你知道会拍走撒旦黑暗的关系。那到底古约的点声的时候，因为这内定这恩膏是为古约来的，古约的人呢，一人恩膏一项物件，还是恩膏人是用油，你知道吗？这圣灵一个象征本是油来，所以到底那阵时的时候呢，这油橄榄油橄榄油是代表橄榄油是代表光，你知道吗？所以人的圣殿点的灯用拢下橄榄油。所以这橄榄油呢是恩膏的油，所以当一人要兴起一个先知，还是上帝要竞选先知，要竞选祭司要来竞选王的点声，他就用这个油
那是讲哦，这个圣地啊，哦，上帝要兴起来呀，一直会叫个这个圣地啊，将油下到底啊，这个啊，这个圣地的头顶位哈、啊，这个是祭司哈，这温膏是温膏和祭司，这温膏油一倒落来，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讲。好一零六好一这个新婚了来服侍主到底建中位，所以呢是分别为圣，就分别出来了哈。一是因的有这个恩膏，一有这个零六哈，然后这个是祭司哈，然后这是啊 priestly anointing， 然后落来呢，各有 prophet 啊，都在那里圣地的恩膏哈，然后落来各有。King, kingly anointing, 王啊，大卫啊 ，David, David is is 一滴膏，然后点先啊，先啊，先滴撒母耳都去 anoint 伊了啊，都由何伊恩膏伊，就是必办伊，必办伊爱做王了，哈、啊，所以怎会英国的王啊，哈啊，请请王无了，哈、啊，拢看电视机看到哈，吼、啊，所以伊就是。可能啊，再讲一坐位了，一做王了。但是上帝在这边呢，一用油来温膏，温膏那个王哈，所以感谢主咯哈。所以上帝差遣耶稣，差派耶稣，耶稣呢就差派圣灵和人人，圣灵呢要来温膏人人，和人人成为上帝。会用的器皿，到底古早时迄个登报啊，咧圣殿位啊，那圣殿的物件啦哈，那再物件个了是到底圣殿的了。这圣殿的物件哈，温膏油、温膏、温膏了，就是再物件个了啊。到底圣殿是分别为圣了，就是再物件咧是用来敬拜主的，是来服侍主用的，无个掺别个物件了。所以想，上帝要温膏人人。伊爱人人，伊要来用人人，伊爱用人人，伊爱互人人会晓分别为圣。上帝恩过了，迄个祭司，迄个祭司呢，就是一直心啊，伊就是要服侍主的，哈，伊无过三心两意了。所以上帝要互人人恩过呢，就是要互人人做一个上帝的用的器皿。恩过，恩过来呢？就是你真正一个普通的人啊，你有圣灵的恩膏啊，你圣你会做哈、啊，你手做袂到的物。恩膏，这恩膏那是恩膏了啊，像讲拢大起咩啦，拢服侍主的啦，拢领事的啦哈。爱、啊、有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膏，何都无受伤，迄个本正暗的有关出来了。哈、啊，你敬拜有咧恩膏咧，哈、啊，你就是会啊，传领人来入到上帝的同在。所以感谢主，咱们人的敬拜团队有恩膏无？感谢耶稣，拍手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啊，因为伊人克无主，伊人追求主，伊人的心完全是交乎主了，哈、啊，安尼看你来敬拜咧，上帝恩膏。就是流落来了，是上帝差派耶稣啊！伊温过耶稣，伊叫耶稣传福音和送香的人，所以人看到啊，《使徒行传》啊第啊十章三十八节位啊，有个人讲了耶稣安怎用圣灵的温过哈，一直施给位哈，一去周游四方了，一去医人，啊去偷棒人，啊一去赶鬼，拢是圣灵的温过，是上帝。差派耶稣落来，耶稣差派圣灵给人人，所以今仔日那是圣灵爱差派路去传福音，和你相向的人，你爱去无？那是有圣灵有恩膏爱，因为这世间有真正侪相向的人，耶稣讲一人需要这天国的福音来传给一人，哈。你在中国啊？那中国的福音啊，是真正美了。但是中国的教会啊，
伊会做啥？伊要面对啊，一波过一波的逼迫 persecution， 就是让个政府打压，你知哦？啊，高等的是不是给拆了？哈，烧了高等了哈。然后，那个高等呢，面对安尼大的逼迫，但是这个高等并无因为逼迫哈死去，圣灵扩大的工作啊。文件来做一套房的工作，异地的工作，甲新家的工作，到底中国位？到底中国，你若是爱讲道、爱传道啊，无呢用的，因为咩事呢？还没点声啊，拢会着你爱了，哈！所以中国有真济啊，伊人的教会啊，是 underground 的 ，underground 就是地下的教会，用叫做家庭教会。就是用开到的厝诶，开到人的厝诶。那有诶咧，伊人诶家庭教会啊，是大滴偏僻诶所在，知道？大滴迄个乡村诶所在。有一道有一个牧师啦，伊是即中国诶牧师来，伊要去安徽，安徽一个 province 一个县啊，伊要去迄边诶一个家庭诶教会位，你知道？啊，来啊！讲道来传福音，伊行了一点钟的路，这弯途的路是无用行的，所以何如在讲，到底中国有真济哈，伊人的教会哈，是真正古真正落的了之后，伊这个牧师呢，行了一点钟的路哈，弯途的路，到个迄个家庭的教会点啥事呢？你看到那间厝啊，还是真正破了的，真正旧了的。那到底这间厝呢，有三个房，三个房拢坐满了人，你知无？无够意的，你听他坐个松松哦，还有aircon哦，因那边无够意的哦。所以人来哈，来敬拜主哈，人是徛掉的哦。所以三间房那间厝哈。就啊，挤了啦，然后哈啊，挤了近百人在边了，所以这牧师就来到哈、啊、这个啊家庭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哈咪都无本啊，都无大钱咪本啊，哈咪本无，所以到底伊的壁位咧有一个十字架，红的十字架，干那有几行，那下卡写着一句话。这个字就是什么呢？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说主同在。所以再来的人啊，再来来听福音的人啊，一人是啊乡里的人啊，村民啊，一人真贫困啊，无镭的都知哦，啊，了本真啊劳苦的，真坐当当的。但是呢，一人会晓来找上帝。一人会一双手呢，就是要求上帝的恩典。再来的人，到底这阵的人哈 ，I think there is a slide there， 哈，你看到一人按照敬拜主哦，一人敬拜主，一人是真正渴慕，一人是真正爱主。咱人大正聚会，人讲一点钟哈，哦，一点钟啊，未了，咱未赴未赴要断了。但是用那边的聚会哈。一点钟无够，两点钟无够，三点钟无够。有阵时伊人会去到五点钟，因为咩事啦？因干阿要来这聚会啊，因就要行正点钟的路，你知道？所以到到这边呢，哇！你看到因安尼刻薄，你看到伊人安尼爱主，因来到这边，有诶因带青梅来，有诶带咧卡无好事诶来，有诶有精神病诶。有诶有 cancer 诶，人带来到这个聚会上面咧，因为这个聚会，人知影讲有上帝诶同在，以马内利，所以在人带到这边来吼，伊人有主诶同在，因为无镭看，无镭看医生，无镭看病，迄边不无落近处，无医生诶，无落近处诶，所以同在无，伊人安尼会无诶点声咧？一人就是来找上帝，
一人就是来刻薄上帝，所以你看一人敬拜一人就要刻薄。所以当这牧师啊，一来到这边，一看到一人安呢的敬拜哈，伊把油家己流落来。伊讲看到在人安呢刻薄主哈，一人真侪是送香的人，但是你一人会晓来找主，所以这牧师讲。安尼的坎坷来到这个所在，伊讲安尼的坎坷本真正大，因为咩事咧？无一项物件比伊看到灵魂的得救的安慰，扩较大个。所以这个牧师咧，就开始传福音给人，一人真正克无住，就亲像耶稣讲的，福音咧是要传予送向一人，所以无论是一人。material 哈，物质的松香，啊是伊人的心灵的康，心灵的 bankrupt 吧，你知道？伊人拢需要福音来传给伊人，所以这是多伫中国，而且中国有真济真济安尼款的见证，哦，这是其中一个尔。所以中国人听到真济，所以多伫人马来西亚有无？人马来西亚本爱福兴，人本真爱福兴，所以人本真感恩。啊，到底咱个教会哈，哈，本有啊，和上帝差遣啊，你知差派出去传福音的人。那有一个牧师啊，咱教会别伊来啊，又去啊，华语聚会哈，伊名陈牧师啦哈。这牧师咧，1996年的时哈，一去台北啊，泰国的北边啊。的山区位，啊，去个山位啊，去传福音。所以头就卖去到边，本正是想讲，哦，传福音哈，宣教就卖搞了。但是当一来到的所在时啊，一看到那边有真正济，这个送向贫困的囡仔，有真济，一样是 orphan， 一样是孤儿来，因为一样的父母啊，吸毒、毒劣，所以一样。变作无爸无妈的囡仔，所以当这陈牧师去靠边的点啥时咧，伊读了传福音给伊人，伊本开了这收容中心啊，还是 center 啊，来收债囡仔。这陈牧师伊和蔡健来去到泰国这个所在，这台北啊，伊这乡里啊，属是一个。毒村啊，毒啊，就有毒的啊，毒啊，有咩事咧？因为60年代甲80年代的时啊，迄边有一个真出名的啦，咧毒品的王啊，毒品的王名叫昆沙，昆沙伊是世界哈、啊、第一大诶毒品的王，伊大滴泰国、缅甸。个老窝哈、啊，叫做金三角，啊，80年代是真正出名来。这金三角哈、啊，政府管袂着，所以人就栽这毒花了，一人就炼鸦片、海洛因，这毒品啊，一人做个真正大。伊安尼大，因为迄边的地真正硬栽，真硬栽这个毒花，真正硬生，所以人就提炼这海洛因。真真济，了伊家己啊，这昆沙啊，这毒品的王啊，伊家己有伊个军队啊，伊个兵了，伊家己训练伊个兵，因为伊家己本是参谋长来，伊古拜伊做兵过来，所以是军官来，来训练了三千个兵啊，来建立伊这个毒品的王国。那搞到1996年咧。就是那一年陈牧师去台北的时候，这个昆沙就抓他就抓了他都带都带了他的马卡他的对他的人失散了、啊、流离失所了。那时候是包括这个包括那个昆沙、啊、这个毒品的王、啊、所训练的这个娃娃娃娃精，娃娃精是
就是害囡仔了就。那到底来孝礼啊？这双向的孝礼啊，因为在囡仔，一人吃无累，所以一人的爸母哈，当这毒品的王坤沙哈，要来招啊兵的点声时哈，参在囡仔，为把了教会，为十一岁呢就，这囡仔呢，正细汉啊，一度和这毒品的王啊，招入去一人的军队员啊，来训练，你知道？来训练做兵啊！你看到那娃娃精哦，啊，细细汉呢，用做兵了，好、哦，哈、啊、，OK。所以囡仔伊通无办法呐，过正常的生活，你知道？哈、啊，所以等这个昆沙哈，这毒品的王都带了后时咧，这囡仔本唔知被去堕落了。何去何从？一人都无为气温啊，因为一人都无厝了，一人厝都无厝摊堆了。所以这陈牧师咧，伊就真怜悯，伊就真克善，这无爸无母的囡仔，一人的心啊，会使讲是破碎的，亲像一人的生命安尼破碎啊，无爸无妈了，虾米拢？甚至无前途、无希望的人，你知道？所以当陈牧师看到这阵的囡仔哈，伊就克神咯，所以伊就留落来，哈、啊，伊留落来来帮助这囡仔，来传福音给人，来帮助一人受教育，就是给一人读册，啊，可能爱读册，可能会读册，将这个本来哈无希望的囡仔，伊来建立希望。好一人，所以以耶稣的心来帮助，来传福音好一人，来医治在心灵破碎的人。所以这25年来啊，伊为平安去啊、泰国哈、啊、来回啦，达到位置呢，伊又去挪做，所以栽培这囡仔哈，他呢25年了了。在囡仔咧已经大汉了，有诶咧，伊人做了真好诶工啊，专业诶人士，是啊，有诶来马来西亚做工，有诶在泰国位做工。所以陈牧师咧，伊今年83岁了，哈利路亚。所以讲咧，啊，老年人伊是正式退休了，正式退休了，伊讲，因为咪输越体力啦哈。人老了，人脚就较无力了，爱行山路咧，无安尼用了，所以就放慢伊个啊脚步了咯，哈、啊。但是伊个顺服上帝的号召啊，上帝的call来何主来差遣，来传福音，何在双向的人啊，何在心灵破碎的囡仔，找到了希望个目的。哈利路亚！所以上帝爱差遣。爱彩排，咱人去传福音，咱人免讲哦，特别过山过海去传，那福音呢？会传好近呢，不能传去好远的。近的，就是你身边的人，你家庭，哈、啊，到底学堂的，哈、啊，这你身边的人，你不能传。所以上帝爱恩膏你，差遣你，彩排你，爱用你，你愿意。和主来用无？圣灵的恩膏呢？会好了人，会服侍主，有能力。那人需要圣灵的恩膏，那人必须要领受圣灵来的能力，则会做迄个超过那人的力量，会做的工作。那人手袂做的。让人有圣灵的恩膏，让人会祈祷，上帝会用让人行神迹。那个神迹，那个能力咧，不是为让人家己的，乃是为上帝。所以上帝讲，我恩膏你咧，就是要让你归耶和华为圣，就是爱 set you apart， 就是你爱做圣洁上帝的仆人，将人。为世界，为黑暗中分别出来，啊，亲像咧，这是好恩膏了，伊就是
专心的来服侍上帝。圣经中的器皿温过了，原来是用来敬拜主呢。所以求圣灵来引导咱每一个服侍主的同工啊，无论你是弹琴的、领诗的、做招待的啊，或你倒卡手带人来教堂的，那人爱有圣灵的温过。圣灵的温过，那是咱靠咱家己力啊，咱会真正穿的。咱靠咱家己力，咱常常那人服侍主未久长的。但是呢，咱人爱靠圣灵的灵力，咱爱看到咱人的力是有限的，圣灵的力是无限的。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书这经文呢，哈、啊，我真正熟解。伊讲个咩咧？唔是挖苦累舍力，唔是挖苦累在灵，乃是挖苦外灵，就是圣灵。才会成熟，唔是挖苦人嘅舍力，当然卖看人嘅舍力，政府嘅舍力，在舍力拢会思想拢会多嘅，当卖苦人人嘅搞，因为人人是离开主，人人还没拢未做嘅，但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人人凡事拢会做，感谢主，所以求主嘅圣灵温过人人。好让人会舒服，好让人会为依赖靠着圣灵的灵力来将这福音传出去，和听到的人拢会为黑暗中位得到逃亡，得到救恩。Amen。感谢主，俄罗斯，哈利路亚。爱圣灵的恩膏无？好，我们拜拜站起来，哈利路亚，我们要求圣灵的恩膏，圣灵按照恩膏耶稣，受想这个圣灵不要恩膏每一个愿意和上帝用的人，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晚上大这边往福建聚会这样坐人可能有的你说你年纪老了你有会生了，但是上帝不会用，无论你是几岁的人，等圣灵温过你，你就会做上帝爱你做的工作，你就会和上帝来用。哈利路亚，感谢主，俄罗斯，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哦，耶稣，耶稣，耶稣，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哦，你说不是靠势力，哦，不是靠才能，乃是靠你圣灵，我们会成大事。所以我们要挖靠你圣灵。今天晚上，耶稣，哦，我教导这边的兄弟姊妹，每一个在你主的手中，我真感恩。哦，上帝，你拣选一人出黑暗入光明，哦，上帝，你要用一人，哦，每一个人，你温过一人的嘴，你温过一人的手，哦，奉耶稣的大圣名，哦，主啊，你给一人一个愿意献上的心，给一人是要来专心的来仰望你，来找你，给一人是要专心的来交托一人的生命给你，让一人专心专意专灵来亲像你的点声时，哦，主啊，哦，你要偷放你圣灵的恩膏给一人，哈利路亚。因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有很多事情会发生，不是我们人会明白的，我真需要你圣灵的恩膏来恩膏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会晓分别的灵。但是我们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这么多东西，我们没明白，它做得让我们真的乱，这世界无停的在变，这世界是愈来愈乱，所以我们真需要你圣灵的恩膏来让我们这个灵力，让我们会分别，让我们不要跌下去试探位，让我们不要让魔鬼的黑暗的势力的关系来困住我们。但是主啊，你圣灵的恩膏要流下来，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哈利路亚，
哦，我能教我人的心和主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能感恩，我能感谢路，哦，我能感谢圣灵按照恩过路，哦，路受想，路差派圣灵，哦，差派圣灵要来恩过我人，哈利路亚，哦，求路来查我人的心，来看我人的心，到底我内面那是有哈咪，不是上帝路爱的，我求路，求路保护来洁净我人，好我人唔爱。一边爱上帝，一边爱世界。主啊，哦，你话教我人讲，我人一个人，我未输红奴隶主。我唔是爱上帝，啊是，我人就是爱玛拿，就是爱这世界。所以主耶稣，今仔日我求你，将我人的心来分别为圣。我人爱你圣灵来洁净我人，好我做这圣洁的器皿。好我所行所讲所做的拢有主你圣灵的恩膏的灵力来应耀你，我奉耶稣的大圣名，哦哈利路亚，哦主啊哈利路亚，求你来掏棒来就困白的，哈利路亚，求你来开的车门把酒好让你看到，好让人知道说安怎行面前的道路，好让人不在黑暗中位，哦哈利路亚，哦受到撒旦的压制，所以我奉耶稣的大圣名，今日暗求主来掏棒，那是在你我中间有着困乏的，今日暗我奉耶稣的名，求主耶稣上帝的子，你那是掏棒的人，要让我赚到自由，我常常赚到自由，我的自由来侍奉你，哦，我的自由来敬拜你，无何这项物件，哦，来砸掉我人。哦主啊哈利路亚，哦你看到你今日让每一个人的心，哈利路亚，哦耶稣耶稣，哦欠在我人的心有软弱的，我求你圣灵来赐予我灵力来帮助我人，好我人赢过试探，好我人赢过我人的苦难啊，有但是我人的病啊，做好我人的信心啊跌倒，但是主耶稣今日暗你讲你赐予我人圣灵，对圣灵就是要帮助我人，对圣灵就是要恩膏我人，对圣灵哦就是要好往有德性啊，到这个生命位，所以我奉耶稣的大圣名，哦，我人教我人的心，我人教我人的生命，给主，求主你来掌管，求主你来做王，哈利路亚，耶和华做王，哈利路亚，感谢主，阿罗主，奉耶稣的名，我人祈祷，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主的恩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主爱，圣灵的感动，哦，甲我每一个人同在，哈利路亚。哦，耶耶稣的恩膏对起，哈利路亚。感谢主，阿罗主，圣灵的恩膏对着路人对，哈利路亚。